主料：洋葱60克，五花肉4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鸡精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烤好的烤五花肉，洋葱切大块的用。热锅冷油，倒入洋葱煸炒，炒至洋葱断生，放入烤肉，翻搅均匀，敲碎即可。装盘，烹饪技巧，注意火候把握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